昆仑决 2016年 80公斤级世界冠军之战 Kunlun Fight 2016 80 kilo world championship semifinal A 半决赛第一场，有请蓝方选手，来自格斗强国俄罗斯联邦光荣斗士亚历山大 In the blue corner, introducing the glory of Russian Federation, Aleksandr Stetcurenko. Kunlun决2016年80公斤世界冠军赛半决赛A组的比赛，首先出场的是蓝方来自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年龄33岁，身高1米80，体重80公斤，战绩55胜13负，26次KO对手，Kunlun决战绩2胜1负。 有请红方选手，来自荷兰被称为击倒专家的这位选手 ，in the red corner introducing Darryl Sichtman, KO specialist from the Netherlands. Kunlun决2016年80公斤级世界冠军赛半决赛A组出场选手达里尔·西曼，来自荷兰，25岁，61战50胜10负1平，32次KO对手，身高180公分，号称 KO 专家。 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亚历山大来自俄罗斯年龄33岁，身高1米80，体重80公斤，达里尔在年龄上有8岁的优势。蓝方选手33岁的亚历山大，俄罗斯的光荣斗士，今年33岁，职业战绩55胜13负26次KO对手，三届挖口俄罗斯冠军 K1 俄罗斯冠军，荣耀格斗世界排名前10。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80 centimeters tall, age 33, his record 55 wins, 13 losses, and 26 of the wins come by knockout. The famous Russian fighter, 3 times WAKO Russian champion, K1 Russian champion, fighting out of a Russian Federation, Fusinyam Uglu Ringa, is Russia, Dame Gospoda, Dobro Bajarovis, Aleksandr Stetcurenko. Hongfang Xuanshou. 今年25岁，身高1米80的达里尔，号称击倒专家，职业出战61战50胜，32次KO对手。 And now com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80 centimeters tall, age 25,
His record, 61 fights, 50 wins, 10 losses, 32 times, won by the way of knockout. Introducing, enjoy the fame of knockout specialist from the Netherlands. Introducing Darryl Sichtman. 有请场上裁判, Sasam.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Blue corner, Sasam. Red corner. You will fight in Kunlun Fight. No elbow, no clinching. All the time protect yourself and listen to me. Shake hand, good luck.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顶级站立格斗赛事昆仑决啊，这是一场80公斤级世界冠军赛半决赛A组的比赛。对，我是解说颁奖活人张太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亚伟。这两个人微笑着开场了啊。微笑不代表没有杀气啊。对，有时候微笑只是一个表象。 我们看到这个横脚的这个反架选手啊，是达里尔西曼。蓝方选手对阵中国选手的次数比较多啊。对。对阵三次中国选手，唯一只有一次是付给了我们的散打名将白敬斌。对，降龙罗汉白敬斌。而且我看到两个选手的资料，同时都是欧洲的比赛 W5 的80公斤的冠军。不同的是达里尔是2014年的。 亚历山大是2016年的，达里尔绰号叫做 KO 专家啊，说明他的击倒率啊很高，在50次的比赛，50次胜利当中啊，有32次是击倒对手。这个很高了，超过一半的击倒率啊。是。他应该会有这种非常精准的击倒。对啊，刚刚看他两拳进攻的时候啊，对于力度的控制就很准确啊。对，并不是完全把力发出去啊，他在很自己心中有数的在发这个力。哦，对，像现在这样。哦，连续。哦，腿膝。对，他在一套的组合拳前面的拳法这样的话，只会发到60的70的力量。对。除非是有特别合适的机会。对。 亚历山大也是一个老将啊，对，80公斤级的比赛很好看啊，好漂亮，力道感十足。达里尔在速度上要好很多。我看达里尔还有一些小动作哈，在这种低位的膝攻击大腿。 这两人在现场啊，听到这个拳打击的这个声音啊，光靠这个声效就能感觉到这个打击的力道。所以，观众朋友们有时间还是要刚刚这怎么是一个转身？好漂亮！对，刚刚王老师所讲的是观众朋友还有机会呢，还是要到现场来看比赛，亲身感受一下。是那个现场的氛围啊，有时候就跟电影啊，还是在电影院看。 在电视上看就换了一个效果了嘛？是同样这搏击比赛，最好啊有机会还是要到现场来观看。对，亲身感受一下。我觉得两个人在打的，我觉得我作为专业练出身，我不太好判断是谁占优势啊。我觉得两个人都很危险啊。对，为什么说两人都很危险呢？因为都不能犯错，两人都有一拳打倒对手，结束战斗的这个能力。对，所以要很谨慎、很小心。而且这场比赛是半决赛，关系到谁获胜，谁要参加一会儿的决赛。对，赢的选手呢要和另外B组的这个半决赛获胜者来争夺今天这条80公斤级的金腰带，你这样才有机会去触摸到那条金腰带。是，今天我们在青岛决出我们80公斤的这个金腰带啊，昆仑决诸神之战的年终总决赛会在1月1号在我们的三亚举行。我的，我们看到达里尔的他这拳啊，钻的比较贼一些啊。是。 就是这个，现在我们一直能看到荷兰系的选手，我们过去经常讲，特别在强调荷兰系的这种 X 型或者叫交叉型的打法。对，一直我们强调它打法这种立体化。其实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荷兰选手的落点，啊，极其精准。我们有一种武器叫制导导弹。对，就是我们定点在哪里，它的就要打到哪里。是，所以他们非常的精准。立体是一方面，打得准更重要。对。你像。
经过核系训练的这一系列的选手，他们的尤其是拳法，而且就是还有很多的这种组合腿法，尤其是低扫腿的这种砍扫的这种落点也是非常的准。是，他会特别的搞清楚对方腿部哪一部分的肌肉会更薄。对，啊，哦，这个连续的，哦，漂亮，飞膝，全膝组合，哇，很漂亮，很干净啊，这个动作。我们听到那个发音就很脆啊。是。而且刚刚这个达里尔是左手的变线连续拳啊，对，用一只手啊，这个技术就是腰的这种活动力要非常好才行。对，因为在同时我也在，因为我咱们离擂台比较近啊，我也在注意这个达里尔他在攻击的时候他的眼神啊，嗯，确实是他一直观察的非常的清楚。好，亚历山大的一组反击。啊，漂亮！亚历山大这个力量感很足啊。对，亚历山大上一次是对阵我们中国的选手，伯父凡，才进掉了，进到了我们80公斤的四强啊。在那场比赛里面，他的拳法确实是一直在压制着伯父凡啊。两人都很快啊。对。相对来说，我觉得在拳法的细腻程度上，目前打到第二回合。来说呢，我觉得达里尔的拳法的细腻程度更高一些。对，相对来说，亚历山大呢更是一个力量大于技术的这样一个选手。对，亚历山大更像一个坦克，达里尔更像一个导弹。对，我们看着他啊，就有很好的机会的时候，他也是不慌不忙。对，你看这个达里尔这个拳腿组合，每拳就。该打的时候都打到对手，但他永远是把力量控制在50%-60%的样子。对，因为他觉得这个力量还不足以一次把对手打倒，因为这是打80公斤级啊，并不是小级别。对，所以他们也这是节省自己的体力啊。对，但是面对亚历山大这种大幅度的这种大力量的拳法呀，也要小心的。是，啊，漂亮！我们刚说完亚历山大这一套组合拳，有个上勾拳是有非常的有效果。对，而且这一组拳法还配合身体的这个摇闪。对。达里尔的拳很快，对，并且经验还是很多。打完右手之后，我钻的很准。对，而且他拳膝的这种衔接是无缝链接的。对。看到亚历山大一套组合，他像坦克一样，我先碾压进去，是不管是十个动作还是五个动作，先碾压进去，啊，漂亮！这亚历山大确实是力量的好，这是一个飞踹，对，一脚飞踢了。果然是相对来说，从技术上来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达里尔·西曼这个选手，他右拳打中，如果对手是在区域防守的时候打中对手，打在对方的手臂上，他并不急于撤回，是把打完这拳就身体往前一压，把对方推开，因为对方这时候正准备反击，所以他推开之后呢，对方就没有反击的距离了，对自己也能有很大的空间。对，啊，就是我们看到在绳脚的位置。亚历山大这种大幅度的摆拳也是很有杀伤力啊。是，我们看看达里尔的这种拳法钻的很准呐。论拳法的精巧程度啊，我觉得达里尔确实是略占上风。对，这是也是，其实观众朋友们可以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对，刚才像亚历山大，我一直在说他打组合动作的时候像一辆坦克，我碾压进去。而达里尔呢，像一个很直线的一个导弹啊。对。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回合第三局。漂亮。很干净啊，这个拳很干净，清楚有效打中对手。对，发力像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咏春里面所说的，有点像那种寸劲儿那种发力啊。对。他发力幅度很小。对。啊，漂亮。两个人都是高手，都是高手，在一旦是有一丁点错误就能抓住。对，他们两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很强。
对，你看刚刚这一组组合拳并不是打重拳啊，对，基本上都是轻的，最后分开了一下，力量稍微加重一点。对，和我们刚才的超级赛项目的年轻小将林强邦那样，就是在经验上这就显现出来了。对。啊，这一组组合啊，右拳击腹，左拳平勾，打头，然后再进右底扫。达里尔刚才头部挨了亚历山大的一个重拳，脚底下有点点晃啊。哦，达里尔，我看这个，对，刚刚他在对这个状态现在明显没有前边两局的状态要好了。在刚刚他一个提膝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个上勾拳有打到头部，漂亮。哦，这个时候亚历山大越来越顺手了。对。啊，有击腹啊，还有变线这种勾拳啊，屡屡是有效啊，有直线拳。我们看到，确实达里尔肯定是因为刚才的重拳有受到影响啊。对。这个也不是说很快能恢复的过来啊。啊，铁石这也是一个技战术。啊，又挨了一拳。要尽快的调整自己啊，达里尔，把自己的状态要调整过来。对。哇，这场比赛我相信他们双方都会耗费很大的体力。是哦，刚刚这一拳是打中了。哦，觉得达里尔这时候确实是略微有些从状态上来说没有前两回合状态好了。对，因为我们比赛刚刚进入到中段的时候挨到一个重击。啊，比赛还剩最后的35秒，谁获胜谁将晋级今晚的决赛啊。80公斤，2016年80公斤的决赛的金腰带已经向他们伸开了双手。啊，转身身边拳，哦，转身蹬，啊，漂亮。哇，这个发力真的是很好。是，这两个选手的比赛很好看。对，很好看。达里尔的这种技术啊掌握得很好。但是亚历山大呢表现出一种利用把自己这种力量的优势啊，对，透过战术来展示出来，也使用得非常好。是的，这场比赛三局啊几乎是不留喘息的时间啊。对。观众也会很爱看这种对抗很激烈的比赛。其实双方我觉得还是非常接近。对。第三局的表现来说，亚历山大呢略占一些优势。对。对，在后半段稍占一些优势。我们看他的发力其实幅度很小，他的肩和腰啊，就是刚刚这一拳可能打晃了，对，眼神也有变化。所以一直到后半段，达里尔他就整个的状态啊一直没有调整很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的结果。本场比赛结果如下：一号裁判 judge number one 27-30 27-30 二号裁判 judge number two 28-29 28-29 三号裁判27-30 27-30 四号裁判 judge number four 28-30 28-30 五号裁判 judge number five 27-30 27-30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蓝方胜败的 blue corner。有请颁奖嘉宾，山东淄博川渝商会副会长、昆仑决青岛站的承办方吕毅先生，青岛熊市劳务第六分公司总经理何登荣先生为胜者颁奖。Hey, Aleksandr, Aleksandr.Aleksandr.Too hard. Stay here. Wait for the triumph moment. Stay here.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为我们的选手颁奖。那么我们这座奖杯呢，是颁发给这场比赛的失败的一方。The triumph is for the loser because you have another one. 我们这个奖杯是颁发给输掉比赛的一方，因为胜者将继续晋级去争夺世界冠军的奖杯。This is the triumph to encourage you. You won the cup. The cup hopes next time you fight again, come back, Kunlun Fight World Championship. You want to say? Okay.Thank you, Xindao, for the beautiful opportunity to give me the fight at KLF. Stetcurenko is a very good opponent. A lot of experience for me is also a good experience to fight this the big name. So I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at KLF. Thank you very much. Osh! 这个西曼呢，刚才是感谢了青岛这么漂亮体育馆，感谢各位一直关注他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希望虽然他拿到这个是负者的奖杯，希望能够再次回到世界冠军争夺的行列。Congratulations next time. Hurry up, cheer up. Sorry, cheer up. 好了，那么。亚历山大就晋级到我们今天的决赛了。2016年世界冠军80公斤级将有他50%的机会。Aleksandr, go for the champions.